表演一定要有烟火，对吧？下一只动物将为我们带来天空的色彩与刺激感。再看看它头部后面的帆，多么壮观！哦，这只叫做古神翼龙，是我们比较有趣的飞行物种之一。你现在应该猜到了，我是它的粉丝，你应该也不例外。好，这只最新的动物也会飞，叫做河怪翼龙，命名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。有位酋长的女儿名叫马拉，她被巫术变成一只长着长牙而且会吃渔夫的河怪。稍微改一下细节就跟我前妻没两样了。你以为满嘴牙齿就够吓人了，但这种动物叫做双形齿翼龙，它的颚部拥有两种独特类型的牙齿，而且它会飞，更准确来说应该是滑翔。几何翼龙是大型翼龙之一，特征是口鼻部的脊骨型尖端，把它放在鸟笼里应该可以吸引不少目光。我是乔治·兰伯特，负责安保。我想提醒你，我们的游客跟恐龙的安全是首要任务。坦白说，以安保的角度来看，会飞的动物最让我担心。我们可以围捕逃跑的陆上动物，但当它们飞起来时，我们就没辙了。这种是西阿翼龙，我们需要确保它们都被关在鸟笼里。在此之前，这种动物唯一已知的标本是以拉丁文里的可怕命名的，你们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